近日，据台媒报道，某美女网红在社交网络大爆网红圈潜规则。她透露，网红圈的美女网红有七成都在卖身。同时，她还表示，一些所谓的中介给出的价目表基本上都是假的，中介用假名单去招揽客人，真实的价目表名单只有少数中介掌握，且他们只服务一些有钱的富豪。这位女网红的爆料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紧接着一份网红圈卖身价目表便在网上疯传，很多美女网红出现在名单上。在这份名单中，不只有女网红，其中还包括主持人、电视节目通告咖等人，并且名单中只给出一些身份信息提示，并没有指出真名，价格从10万到50万不等。目前这份价目表已被删除，无法查看。此前台媒就报道过多次类似的卖身名单，林志玲就是榜单常客，网上至今仍能搜索到当时引起轰动的女星卖身花名册，其中排名榜首的 L 型女星就被指是林志玲。